吉宝结算所旗下吉富通才刚庆祝3岁生日，客户数已经突破11万人，成为国内最大网络基金平台。费用上面是比较便宜的，第二个它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挑选你想要的这样子一个产品。第三个是很安全，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交易呢都会透过我们的吉宝交易结算所这边来做这个交易，所以所有的这些交易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吉富通客户数连年倍增，课程从老到少都有，敢搭金融科技潮。你不需要有太多太多的这个心思去研究啊，或者怎么样，只要做好这个投资策略的这个拟定，那产品其实它就是一个工具。整个在数位平台上面去做买卖基金这样子的事情，是有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好想对专案踏出成功第一步，吉富通也成功改变国内基金投资生态，让投资变简单。以客户为出发点，我要做到贴心、便利、智慧加，在不同的报酬底下，它会有很多基金会用不同的风险来达到这报酬，那你就要选那个风险最低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必须结合起来看。那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吉富通将来想要去做的。成立迈入第4年，吉富通以理财目标为导向，继续推广不同基金投资思维和正确理财观。三立新闻戴伟成、连文台报道。